我看到传单说现在这边学期大家有优惠，所以。啊，那有。以前有没有谈过？没有哎、欸，会差很多吗？无差啦。反正先缴钱，现在开始上课。哦，好。老师，那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阿姐哦，这是日本福岛的传统吉祥物，叫做阿卡贝口。啊，传说什么福岛？那不是一个充满辐射线的地方吗？老师，你也被污染了吧？一定是因为老师被污染了，所以学费才那么便宜。卖我别够，卖我别够，卖我别够。可是我听说福岛现在是充满辐射线的死城，连台湾刁民养殖户去过都说很恐怖。来，你来看这张图，这是距离福岛电厂3公里的辐射监测站，辐射剂量数每小时18微西弗。你在是什么意思？老师，你还说不可怕？每个小时会被辐射线照到18微西弗，我都快要死掉了啦！卖我别动，卖我别动，卖我别动！根据辐射激励效应，每小时18微西弗的意思是说，假如你现在前斗躺在那个监测站一整年不准动，你的终身癌症几率会从25%变成26%。虽然目前距离福岛电厂更近的监测站测得的剂量更低，但是我们选择距离电厂3公里远、剂量率最高的福泽山区地区集会所。现在福泽山区地区集会所的辐射剂量率是每小时18微西弗左右。如果我们把它转换成年剂量，就是18微西弗乘以24小时，再乘以365天，也就是157680微西弗。哦，看起来好大，但我们换个单位好了，变成157.68毫西弗。虽然以最严格保守的辐射线性假说来考虑，157.68毫西弗转换成癌症风险是增加0.87%，将近1%。但其实就算是伊朗拉姆萨这样年剂量260毫西弗的地区，也从未发现过有比其他地区高的癌症几率。啊，再增加1%，距离事故现场3公里耶！老师，你不要胡乱了，而且我有打电一点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你看，这是我从爹娘反发电联盟资深成员周渝民那里拿到的珍贵照片，这就是核灾的真实情况。哼，没话可说了吧？先别提胡岛了，你听过海啸吗？我，这根本就是海啸造成的破坏啊！你以为3.11是核弹爆炸哦？就算不是核弹爆炸，核电厂爆炸也很可怕、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躺在电厂3公里的位置，一整年才增加1%的癌症风险，还不是说会得哦，只是增加风险而已哦。更别说剂量太低，根本就不会有急性伤害。啊，兄弟们啊，西浩，福岛农产品的辐射检验早在去年就已经全部通过了。你是说有多可怕啊？是哦，但是为什么电视上、网络上讲的那么恐怖？啊，人家要选立委啊，你要选立委吗？不用嘛。所以哦，好好的跟老师学习，以后才不会被人家当脑残。老师，我好幸福。啊呵，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，下课。老师，可是今天我们还没谈到吉他耶。啊，时间就搞啊，下课，下次早点来热身。就这样哦。啊，就这样啊，不然嘞。